际时代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，网络空间向全域覆盖，信息网络科技在助推战斗力提升，为广大官兵生活训练带来便利的同时，也隐藏了诸多安全威胁。手机泄密、网毒网贷、敌特勾连策反，各类网络安全事件就发生在我们身边。如何文明上网、安全用网，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。举办网络安全宣传周，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和技能，是国家网络安全工作的重要内容。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，军人安全上网是确保军事安全的重要前提。为加强军营网络安全建设，提升军队人员网络素养，推动政治工作过好网络关时代关，服务强军新军和备战打仗，全军各部队将于10月11日至17日开展2021年军营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。通过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，引导官兵自觉强化网络安全为人民、网络安全靠人民的主人翁意识，培养网上有政治、网上有敌情、网上有陷阱、网上有监督的安全意识，自觉做到远离网络交友平台、远离网络陌生人、远离网赌网贷、远离上网猎奇，做文明上网人，自觉做到不在网上随意公开军人身份，不参与讨论涉军敏感话题，不拍摄传播军事涉密信息，不在互联网载体上存储涉密信息，不用手机连接涉密载体，自觉抵制各种网络诱惑，不轻易相信中奖信息，不参与所谓的股票推荐群，不随意提供个人身份信息，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址链接，遇到网络诈骗第一时间报警。网络安全为大家，网络安全靠大家，全军官兵都要绷紧思想防线，提高防范意识，学习网络知识，规避网络陷阱，科学使用军网，巩固军网安全，共同维护军营网络安全净土，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提供强有力的网络安全保障。文明上网，安全用网，依法治网，共建共享清朗社军网络环境。